喂，干嘛呢？可算让我给碰上了。说，是否不可是让你来的？叫人偷东西。我知道鞋衣就在这，您敢不敢自己找找？我就说嘛，你迟早会找到的。是我找到的，没错。但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从哪儿找到的。谁把捕虫鞋衣交给吴科师长？安天意，是不是你？不是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既然我能随便的让你来，我就随便的能让你走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平凡的荣耀》。